奔跑吧，王鹤棣、蔡徐坤、范丞丞三个校草，这谁看谁不迷糊。王鹤棣、蔡徐坤、范丞丞一起亮相奔跑吧，三个人穿上学生服立马变成三个校草，都很帅，但粉丝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。有网友说，王鹤棣每天晒出新高度，什么风格都 hold 得住，妈生脸，小头宽肩窄腰长腿，每天都要感叹他真的太帅了，谁不爱这位大帅哥啊。还有蔡徐坤肤白貌美，看着就让人开心，对我眼睛特别好，真是帅到跟别人不是一个次元的。而且范丞丞的帅也显而易见，优点太多，都不爱夸外貌。线下就有五一档票房冠军《人生路不熟》全国院线热映中，看电影挺开心哦。也有网友说，蔡徐坤一看就是干干净净的贵气帅哥，五官精致有魅力，眼睛非常纯洁，标准校草级白月光。我喜欢这个人不仅限于他外表多么帅气，而是他的性格，他的自由洒脱，他的做自己，他的真诚，他的极强生命力。如果这个人你只看到了他的外貌，那略显肤浅，如果因为嫉妒而贬低他，那更加肤浅。小编觉得这三人一起录节目真的狂喜啊，都是很优秀的帅哥，要夸一起夸。娱圈资讯快报。